一开始这样我就不要玩了嘛，还玩什么？都弄那滚网的。我就草草了事了，不要跟他们弄了。不对，草草了事。都触网迷死的那个。要看到我了。啊，哪次只有今天？哎，照他的习性是这样。哎呀，明了，礼拜四到底有没有得打？可以啊。啊，对啊，他们说他们办活动啊，有没有得打的？对吧？面熟哎。对。好。我说礼拜五再摆桌椅啊。这里也不能摆桌椅啊。没有，礼拜五是要摆桌椅，然后一摆桌椅就玩。哦。他一玩，那个桌椅就玩，一下玩。哦。可以。他说摆桌椅。院长都办不下，我再看你礼拜五早上买就好了。这是你啊，院长，我叫我发了微信。好，拜拜。不下两三。宝哥哥今天有找到哈？哎呀。好，谁爱记的？
嘞。